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北迁安的罐头山酒博物馆，酿粮食酒时有一部是固态泥石发酵，有点好奇，我们去实地看一看。这边上的是什么土还是絮子？都是土。都是土。嗯，它这个是塑料布，下面是一层酒泥，然后泥下边是粮食。像现在用塑料布，以前用啥装土呢？以前有冬天的时候还得放点帘子保保温。这一个池子能装多少粮食？1400斤。1400斤，那能出多少酒啊？出35%吧，400-500斤吧。嗯，是没勾兑钱的。对，原酒。那把这个泥要拿掉？把这个泥起下来。起的时候这泥就扔掉了？不扔不扔，还得是这是循环利使用的。哦，这个泥就是我们自己培养的。哦，培养。培养多种菌吧，这里。他说那个微生物。所以它的香味跟别人的不一样。嗯，每家的酒窖它都不一个味儿。对，